电影进行时为您服务。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由吴京自编自导自演的年度动作大戏《战狼》已于4月2日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。为了宣传新戏，吴京空降长沙与影迷热烈互动，我们赶紧一起到现场一探究竟吧。犯我中华者，杀死谁？见面会现场，吴京一上台就主动与影迷互动。我就想拍这么一部电影，把这个男人的雄性激素、肾上腺飙升、荷尔蒙飙升的这种感觉呈现给观众，起码让别人知道中国有爷们儿。来吧！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现场还有神秘嘉宾到场，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萨莎·阿列克谢耶夫。萨莎是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、钢琴家，而萨莎本人也是中国功夫的狂热发烧友。借着此次吴京来到新城长沙，萨莎也忍不住和吴京切磋起了中国功夫。他练得真的很好，这样，让他，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让他。谢谢。其实吴京此次主要为宣传新片《战狼》而来，这是一部讲述中国特种部队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的年度动作大片。战场上职责所在，不要小看中国，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。外军入境，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。不要再过来了！吴京告诉影迷们，为了筹备这部年度动作大片，他整整花费了7年的时间。拍摄期间还挑战了很多极限，尤其被直升机吊起来，从那个山飞一圈，飞得很过瘾。吊在空中20分钟，你试试。坦克的炮筒直接就冲过来，要在我面前停下，我是纹丝不动。不容易，反正调动这么多的部队，这么多的装备，军队的协调、军队的配合非常重要，也是为了给他们军队立立威。硬汉大叔吴京还不忘给影迷们一个特大惊喜，那就是在《战狼二》当中，另一位拥有真功夫的男神张震也会加盟续集电影。那么张震的加入将给《战狼二》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？张震是一个真的奇葩，这样的演员难得，为了一个角色可以把自己练成全国冠军，这样的人我佩服，起码他尊重自己，尊重自己的专业，尊重自己的职业。我希望我后面我构想了一个功夫片，希望能够跟他一起来合作。哇，张震大帅哥呢也会加盟《战狼二》了，看来呢硬汉型男将在续集电影中越聚越多，有种中国版敢死队的气场哈。同样呢，在4月2日上映的还有电影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光听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就能够想象影片当中一定少不了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这部电影里的四位主演在银幕上秀恩爱还不够，在发布会现场更是玩起了一个叫做敢不敢的游戏。那究竟有什么敢不敢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